氣派，開心漢子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七場賽事四班一六五零，大熱係八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今日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有開心漢子喎，中間有心有型都快啊，中間黃欣福星埋邊黑心時時稱心啊，外邊六三就高氣派啦，最出咁啊白衫黃帽就係你知我得啊，後多陣嘅馬啦，咁啊內欄位置有香飄萬里啦，再數中檔多利神區內欄淺藍衫嗰只威威鬥士啊，後邊三匹馬有滿月啦，贏科超英藍衫響尾二啊，縮咗喺後邊先，係嗰只武林至尊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啦，咁啊前面帶頭嘅馬咧有黃隱福星放咗出嚟啊，高氣派就第二位啦，埋欄第三有心有型啊，第四位嘅馬匹有呢只時時稱心啊，第五位嘅馬啦，見到外邊位置咧就開心漢子啦，內欄第六紫色帽白衫香飄萬里啊，中間有你知我得啦，出邊位置多利神區啊，尾四粉紅眼罩係威威鬥士啊，後邊三隻滿月啦、藍衫贏科超影啦，暫時墊後仍然係武林至尊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尾接近六百米段柱啊，前面放嘅馬係嗰只黃隱福星啊，跟住響第二位高氣派啦，內欄第三有心有型，第四開心漢子，第五紫色眼罩時時清心，再後邊香飄萬里，你知我得啊，尾五內欄粉紅眼罩威威鬥士，出邊啊多利神區，後邊三隻內欄藍心贏科超影，出邊滿月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仍然係武林至尊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黃隱福星佔先少少嘅啫，有心有型開始逼佢啦，再見到埋面位置時時清心追緊啊，後多層啊嘛，涉內欄上。仲有威威鬥士啊，後邊追嘅馬咧，仲有武林至尊啊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黃隱福星拋離群區都打搭贏啊，五盤子繼續有馬贏啊，第二名嘅馬中間穿上嚟有武林至尊，入邊係威威鬥士啊，至於第四名嘅馬係嗰只時時稱心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只黃隱福星都係擺咗喺前面走啦，似乎個段速應該比上次都仲要慢少少啊，咁啊結果擺咗喺前面走，再次一放到底，五盤子條粒繼續贏啊！第二名武林至尊